仲用一啲咁过时嘅方法投资大湾区啊？跟我过嚟 V 加物业联展中心啦！V 加物业联展中心独家开放海外房产投资 App， 等你喺香港都能够全面了解海外项目资料，客户到站即能查看海外数百个项目资料。V 加物业联展中心作为全港唯一365日永不落幕嘅海外房地产联展物业中心，佢哋嘅总部位于荔枝角，面积有成4000尺咁大噶。除了有内房物业笋盘推荐，还专门设立演讲室，每个周末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到场分享，其中以内地、海外房地产投资分享为主。不少参加者听完分享之后都获益良多，都纷纷参与埋内房投资添啊！所谓先求知再投资，透过 V 加物业联展中心，可以打破内地和香港两地的信息交流壁垒。V 加物业联展中心而家喺香港荔枝角、荃湾、屯门、元朗、上水、观塘设立门市，立志真正方便到香港投资者可以第一手收获海外投资信息。喂 ，Hello， 又系我 Laura 同埋阿 James 师兄，咁啊，今次又系轮到我哋嘅屯门店去为大家讲讲特价盘，冇错。咁我哋即刻立即交个波俾阿 James 啦。又今次有啲咩特价盘咧？系今次嘅特价盘咧，就介绍龙光集团嘅九龙山吓，龙光好嘢啊！系啊，喺呢个中山沙溪嘅，嗯，咁啊沙溪呢个名字咧又熟悉又陌生。咁其實咧，佢其實就喺石岐隔離嘅啫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個位置先。事不宜遲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沙溪啦。咁就我哋香港人都好關心啦，就係個交通啦。咁就其實港珠澳大橋再轉一個輕軌，去到中山北站咧，就已經係去到呢個盤啦。再轉個滴滴。十分鐘哦，即係換句話，可以廣珠大橋跟住輕軌咧上去打滴滴就到㗎啦。冇錯，係啦，咁亦都係好近呢個深中通道嘅，咁大概係30分鐘到啦。2024年就通車㗎啦。即係深中通道過嗰邊咧，就可以30至40分鐘到。係啦，冇錯。深中通道就方便深圳嘅同胞啦。冇錯。咁我哋廣珠大橋就香港嘅港人又可以過到去啦。係啊，大家要注意啦，呢個係中山嘅西部嚟嘅，西區嚟嘅。係西區啊嘛，因為而家係最大嘅發展區。是啦，冇錯，咁就我哋睇睇嗱，哇，好靚啊！係咪好靚啊？你睇下嗰個入口幾有氣勢、啊。呢個就係龍光嘅特色，逢親你買龍光咧，一嚟到就個氣派。冇錯，係啦，好高貴嘅。咁龍光呢個盤咧，佢裏邊個園林設計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優美嘅。咁點解會介紹咗呢個？圖片先咧，呢張 slide 先啫，因為咧我哋個特價盤咧都係比較。矮層的係啦，六七樓啊，四樓啊，但就已經可以望到曬啦。最靚嘅事嘅就係呢啲我哋精選咗出嚟嘅一啲樓層嘅。好啦，咁咧佢只吉其實呢個盤咧得8棟嘅啫，咁佢嗰個又唔係話好擠擁啦，嗬，咁啊我哋都諗住係上去，即係叫做係低密度。嗱，如果真係 fans 或者我哋嘅觀眾中意低密度咧，可以留意一下龍光喎呢個。九龍山，九龍山係啦，分開兩期嘅啫，其實係第一期咧就係出年咧2012年咧5月就會入伙嘅。2021年，出年哦，真係好快脆喎都。冇錯，5月就入伙啦，咁亦都係精裝交付啦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在售咧，其實得翻2棟啫。哦，已經買到滿堂紅啦嘛。係啦，係啊。阿師兄係咪就係你指個位置啊？就係。冇錯，就係呢個。明白。第二棟，咁佢係俾啲園林啊、山啊、山景包圍曬，應該咁樣喎。OK， 咁就好。咁就有咩户型啦？事不宜遲啦。事不宜遲。係啦，一棟二棟咧，其實都有一啲單位走出嚟嘅。咁就90幾平啦，100幾平啦。咁其實要注意啦，3同904咧，佢已經係做到南北通透嘅。即係96平嗰啲已經可以做南北通啦。係啊，幾多房啊？3房2廳。哦，96平已經做3房，亦都可以有南北通喎。係啦，冇錯。我冇聽錯啊。最大就係4房咧，咁就係11.949。咁佢實用率都好高嚇。實用率好高，係啦。
咁啊，呢個就係佢有啲户型咧，就其實佢有幾套咧精裝特超特價嘅。超特價，即係特價之餘再特價。係啦，已經去咗兩套，剩翻三套嘅。幾多錢到啊？大概？9500蚊起步，即係中山西部九字頭。中山西部9500蚊。係啊，咁樣其實呢個真係大家一定要，觀眾真係一定要留意。要密切留意啦，係啦。唔止留意，快啲打電話嚟。係啊。中山西部9000多蚊啊。係啊，咁講翻少少配套啦。咁佢附近有個好出名嘅萬象城啦。哦，係係。吃喝玩樂啊，買嘢都係。有中山西區啦，係啦，中山西區咁佢仲有個歡樂海岸城啦，係啦，華僑城、歡樂海岸城，係啦，咁有一個係亦都有天悦城啦，亦都係購物中心嚟嘅，咁所以一應都俱全噶啦。好，咁就嗱呢個就係嗰個棟數嘅，即係你手指嗰個個位係，咦？咁佢真係屬於低密度喎。係啊，一二三棟我哋都有特價盤嘅，係啦，圈住噶啦，係啊。咁如果好似98平嗰啲，佢向翻大概向翻邊？向翻內園嘅，向翻入邊嘅內園嘅。咁111平咧？四房嗰啲咧？四房嗱，睇邊棟啦。如果一棟嘅話咧，佢就望入邊嘅。哦，即係望翻內園。嗯。咦？左右。係啊。好 ，OK。總之望內園啦，係啦。咁就好清脆嘅，入邊嘅環境係好優美嘅，係啦。咦？落翻嚟呢度。好啦，呢個係户型圖啦，咁90多平至到100多平啦，四房，因為12平都去到四房。即係而家係賣緊係96。96、97、97、12，係啦，都係有呢啲户型嘅。都係南北通嘅。都係南北通嘅。做緊9000多蚊起。9000多蚊起。一定要留意。咁其實本身呢個盤咧，佢唔特價嘅情況之下咧，佢都唔係好高垂位嘅，咁所以咧就性價比高咧，所以我哋特登攞咗呢個盤出嚟。嗯，咁啊真係要留意啦。這個真的非常好介紹，如果真的想找中山的西區，但是又希望可以用一個最低的價格可以入到場的話，又可以近距離加到樓，就一定要打給 James 了，一定要打給 James 了，也都掃我屯門店，是屯門店的熱線，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去到這裡了，是的，特價盤不等人了，要快點打電話，沒錯，快點打電話來安排直播，好了，OK，好，今天到這裡為止，謝謝，拜拜。